很亮哎。谁说女人一定要靠化妆品才漂亮呢？顺利瘦身成功的刘小艺，卸完妆后竟变年轻喽！上完卸妆单元，应该会有广告商找上你啦！你肤质好亮哦！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我都会红这边。黄医生，他这次几乎没擦哎，有啦还是有，几乎看不太出来什么擦。是吗？所以我会过敏，所以会有红红的。有一些血管纹比较，可是尿反而还看起来是假气色好啊。嗯，看起来有像苹果红的那种。小艺带了一张加勒比海海盗的照片。对，这个十年前哎。你摆这 pose 是干什么？没有啊，那时候摄影师就说，哎，你摆一个 pose， 然后他就叫我摆一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这样摆。是故意要把下巴弄尖吧？没有，那时候本来就瘦了，是在思考还是头条？就在想说你到底想怎样？有一天会有水球吗？对，可是我觉得你不化妆比较漂亮哎。嗯，对，大部分人都这样，亮亮的。说化妆比较老啊，你眼珠好亮哦，因为眼珠亮就会感觉很年轻。是啊，所以你有特殊的保养之道吗？没有哎，我很懒得做保养，我觉得它很 OK 耶。像泪沟跟法令纹，它比较深一点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很爱笑。法令纹，凯文，你看小艺的脸，觉得他卸完还比较年轻，是吧？是。所以你现在真的只要瘦到你理想的体重的话，你就完美了。而且刘小艺还有苹果脸。对啊，我就是会红这边。婉婷，你到他旁边来脸色比一下，我觉得婉婷的脸色好像还没有他。对啊，小艺姐的皮肤吹弹可破。对，并没有，还没有过。我刚刚以为你气色很好，现在比起来你就蜡黄了耶。是吗？婉婷，你加油！而且我还这么年轻，你跟他年龄差那么多岁，结果你不要太常跟那个周董出去熬夜啊。好，婉婷请坐哈。那个妆容已经被补好一半了哈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一边是已经嫁入豪门，另一边还在苦情当中，哪边补？所以他是卡在门槛上。小玉过去帮你补一下哈。好，好，那张红你可以回原位了。张红，你现在脸是不？你现在脸是不均衡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就可不可以再盖多一点呢？所以，可是你说你跟男友约会的时候都不上妆，表示你没有对于素颜感觉不安全啊？对啊，他今天已经被彻底打败了，所以备受打击。今天卸妆会害你以后都要化妆才跟人家出去约会吗？不会啊，其实我们同学或男朋友出去的话，如果化妆，他们觉得你很奇怪。你现在不是在上通告，你干嘛化妆？所以你有在隐藏自己的年纪，是不是？不用隐藏。你跟白鹿到底谁比较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你比他资深呢。他当然这样讲。你有比我大吗？没有。你应该没有超过32吧？没有啦。30。我跟你们说，小脸数。谁要跟你？我跟你要多看身份证呢。我要给你留小脸。好了，小脸是什么？因为你脸真的很小啊。哦，这个。这个比较有用，是不是？这在九份买的。喂，在酒店。九份买的。OK。对，它可以就是按摩这个三叉神经，而且它很轻啊。曹婉婷没有用过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没有用。真的没有用，因为我用过这个，那个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，真的没有用。你应该拿磨砂纸或什么。对。哎，凯文，你在帮他弄什么？他脸不是肤色不是很好吗？比较吗？这番。啊，我觉得年纪变好大哦，化了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刚刚黄医师说法令纹是真的，就到我们这个距离看就觉得比较明显。可是他明明没化妆，那边才是年轻人啊。对。OK， 那个去巴厘岛晒完就好了。好，晚上我们要欢迎黄柏璐。你看你的身材还是很有用的。他大腿就真的蛮细的。对啊，翘腿好。你再神气啊，你面具去戴就好。来，我来检查一下。错的，你看我真帅。再让我回味一下，拜托。不要不要，再让我回味一下，我需要有精神。等一下。我先摘一下，我先摘一下，你给我一点。好的，叫我一声。好 ，OK。你不要这么喜形于色，好不好？法令 OK 吗？好。哇！法令我还有种对不对？我还有种对不对？怎样？我真的很有种。嘴巴我没有看错的话是中毒吗？你刚才吃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快给他血清，快点。
可以啊。黄百璐，你怎么会有种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想你要做一个突破吧。怎么说？什么突破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今天都敢卸妆了，而且在康熙收视率这么高，那我以后裸体了吗？什么都敢做，而且他的刘海跟他的额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隙。OK， 就是那边好像感觉可以藏好几本书还是什么。哎，我今天让你不要把刘海拉起来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好，因为我觉得已经够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他好想唱一首歌，什么东西？不要这样。曾经是对你说，这我觉得我放弃了。结果你就自然吧，这对他的刘海。好，那个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，我帮想帮他把分镜拿走。好，不要，他都没有勇气的。我没有勇气。我帮你拿。我们想加把劲，黄百璐加油哦！一、二、三。究竟卸妆后的黄百璐会有多大的差异呢？欢欢来卸妆，吓坏主持人啦！那个，当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白影子。台前光鲜亮丽漂亮模特黄百璐，今年夏天改走109辣妹装扮，虽然卸妆后有小小的差距，但能为你今天的勇敢表现大大加分哦。你干嘛带这张照片来？你干嘛带他来啊？哎呦，这张就吸血鬼，你不觉得很吸血鬼吗？哪里差很多？有，而且反正我觉得你卸了妆比较像林淑荣哦。我是林淑荣，你说我哪里不这样好不好？明明就一样。来，吴彦祖跟徐艺莹。你说为什么唱很像，真的很像是侧面啊？看啊，好会唱，真的还蛮精神。镇定，看一下那个，其实是女孩子的样子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这有夸张，有夸奖的意思在吗？没有，人家以前都说我素颜很像那个小鬼当家的男主角。哦，很像小鬼，怎么很像？你们是同一型的脸啊？什么淘气？其实看久比较没有那么可怕了，就好像比较习惯。哪有可怕来形容？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啦。其实他问题出在哪？我说不出来，因为我其实有预期到白鹿会长这样，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哎。是因为黄黄黑黑的关系？他很像初中生的那个感觉，为什么？其实你大体上皮肤不差，对啊，还好啊，就是脏脏的，谁脏啊？我觉得艳丽度差很多，只是上面真的很像林黄先生，他的眉毛是问题吗？眉毛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肤色不太均匀，对对对，刚晒完，应该是刚是晒完，眉毛吧，眼睛因为眼睛算大，然后眼角还是往上的，所以都有加，可是因为你眉毛后面自己飞到啊，就是有点没有了。婉婷来一下，我看看肤色差别，因为婉婷 ，Oh my god， 好像也还好哎，两个人肤色差不多吧，就感觉百璐脸上好像有很多东西，不干净的东西吗？对，不是就有一些，就是因为她的脸就干干净净的。好，我会努力美白。好，婉婷好了哈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所以你拍照的时候，其实最常我这张只有画，这张这是我自己画的，我只有一点点眉毛跟眼线，还有嘴巴。你没有打粉底？没有。那怎么会那么白？修片。没有啦，就真的我皮肤是白的，但是我是晒了10天都擦住晒剂才晒这么黑。你皮肤本来是白的？我是白的。我们节目播出3年来，我每次上都是黑的。是啊，知道。有一阵子很白。张红可不可以过来一下？哦，